练习，不断的练习，只为了超越昨天的自己。这就是我的生活。不断重复的一切，有时让我迷失方向，而挑战新的事物，是让我保持热情的方式。过程中，看到了不曾看过的风景，不同的人事物。有人认为，一名运动员的价值，在于他的成就高低。对我来说，这是我选择的道路，是属于我的挑战。如同在比赛当中，一举一动都是胜负的关键。挑战是什么？挑战是不惧失败，勇于向前的精神。踏出第一步，梦想启程。